朵借我。马世芳制作主持。
这首歌叫做《语言》啊，雨是下雨的雨，来自穆尼欧在去年发行的专辑《思念》。欢迎收听 FM96.3 阿里昂原住民族广播电台耳朵借我节目，我是马世芳。我们电台的忠实听众很可能已经听过穆尼欧来上我们台的节目，不过我们倒是初次见面，在这边要欢迎穆尼欧来光临我们的耳朵借我节目。嗨，你好。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陪着穆牛一起来的还有这张专辑的制作人，也是我们老朋友了，黄培玉。嘿，欢迎你来。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 好，不要叫主持人，见外马芳大哥，叫马芳就好了。好，今天开场曲就是穆牛的嗓子跟培玉的木吉他，是非常简单可是好好听。刚一边放的时候，你们俩就好像回到录音室里面的表情一样。想到了什么、啊、听着听着我吗、对啊、我是想到就觉得很不可思议、oh. 因为这首歌它我们那时候其实也没有特别就完全没有去编曲、哦，完全没有编吗？他唱什么我弹什么，这是我们第一次进去就对、oh. 就是之前没听过要唱什么、哦、你也不知道他要唱什么，对哦，所以是同步就这样进去了。对，他在录音室，我在另外一边。哦，对，然后因为那天好像是刚好中秋节、哦，然后下大雨，刚、哦、好下大雨。嗯，所以这歌是什么情形？穆尼欧帮我们解说一下。哦，这是有一次我在咖啡厅，嗯，然后外面就下着雨，嗯，然后就听到滴滴答答，滴滴答答，就感觉很像就是雨在跟我说话，哦、很像是远方的谁。嗯、然后托语告诉我什么事情，这样，嗯嗯，对啊，就自己假文青啊，写、哦、了这写了这首歌。然后进录音室的时候，嗯，也没讲好要干嘛，我们说定 key 这样子，先定个 key。对，你们那时候本来只是要定 key， 对对，就是哎、哦，他写他说他这个词，我觉得哎很好，很不错，我们试试看好了。哦，然后因为妞妞，我们就叫妞妞啦，穆尼欧，对他，对他基本上有很好的旋律感，是对他，他可以带我，然后其实我可以跟着他的呼吸，看他想去哪里这样子，然后他也会听，所以这个东西是就，是就搞定这样，不过很神奇哦，就一次，对啊，就一次，就一次，那就是天时地利人和，是的，一切的状态都对了，然后而且录完也不觉得需要再来一次，已经可以了，对啊，一开始会觉得哎。会不会觉得这样不好意思？可是其实我也在车上仔细听，就觉得嗯，实在是很不错，还不错啊，没什么好不好意思的。好，我们要从头来帮大家介绍一下穆尼欧大家妞妞。妞妞是来自屏东来义乡文乐部落的排湾族。嗯，所以故事应该从哪里开始说？我们应该从你开始写歌开始说，还是从你的童年开始说？通常你会怎么做自我介绍？嗯，其实童年好像也就是跟每个人一样，都过得无忧无虑，很快乐。其实每个人童年都不一样，不信你问王培宇。是这样吗？好，对，我跟你一定不一样啊。哦，好吧，我不是残绿少年。好的啊、我小时候就是在部落长大，嗯，然后因为我们家是基督徒，所以我也算是在教会长大的孩子，哦哦哦、对，然后要说什么呢？就是文乐部落有多少人？大概几户？哦、天哪！嗯、我不知道哎、嗯，就不大，不算大，嗯、很不大。OK， 对，好，那我们的路也都很小、嗯，是，所以部落的左邻右舍、亲戚朋友，大家主要在做的事情是，嗯。就做自己该做的事打猎就是一个非常淳朴的一个部落啦，嗯，对啊，嗯，就一早醒来的话就长辈们都会上山去，哦，做一些农务，做农，所以主要还是在种地，对对对对对，嗯，然后会有一些就是青壮年会出去工作，青少年会离开家乡去，对对对对对，对，但是其实下了班还是会回家，哦，对啊，所以最近的城镇是屏东市吗？哦，应该是潮州镇，潮州镇，嗯，OK， 所以也会有到潮州镇去的，对，但也会有就是到比较远，嗯，像高雄，是是，对，嗯嗯嗯，不过他们有机会就还是会回来，他们几乎都是来回啦，每天通勤，对，哦，这样子，对 ，OK OK， 嗯，所以种地主要种什么？我们那边其实主要都是山上像芒果，哦，对，要不然就是屏东的芒果，是是，地瓜啊、芋头啊、嗯、大芋头啊，嗯，这种东西。OK，嗯，所以你在部落待到几岁？
我是待到高中毕业，到高中毕业，然后才出来工作。然后也是因为就是妈妈在网络上面放我在教会唱歌的影片，然后被亲戚朋友看到，然后就问说：“你要不要上来台北啊？我们试个音这样。”亲戚朋友叫你去试音，对，就想说带你认识老师试个音这样。哦，他们是在音乐行业还是在？也都是一半一半呢。哦，对，也有在就是玩音乐，但是基本上也是在做其他工作。OK， 对，但是就是跟音乐圈有一些关联。对对对对 ，OK， 叫你去试音，想说好啊，上来玩。嗯，然后其实我上来也没唱歌啦，那一天。哦，对，然后只是聊跟老师聊个天，就钟诚达达哥。哦，那天你就认识了阿达。对，那时候一看到他的时候就吓到说。是谁这样？因为那时候带我认识一个，很像看到画里走出来的罗汉，就觉得跟自己想象中的音乐制作人老师差很多。你想象中音乐制作人应该是什么样子？都是像电视演的那样啊，就住在很热闹的地方，okay, 然后西装笔挺，然后戴金边眼镜，对，然后看到就哇，这是什么？就好像看到。那时候其实我还蛮害怕达哥，就我的老师，然后外形确实是。对对，比较粗犷一点，对，比较就是脚头味还蛮重的，脚头味。对，然后那时候其实是还是会害怕，就觉得他真的是就是这么厉害，这不会是人口贩子吧？没有，我跟阿达认识太久了，我认识阿达应该比黄培认识他还早。我淡江就认识了哦，那可能差不多，差不多，就90年代后期我们就认识了，没错没错，真的很久，对。好，所以阿达跟你见面，然后让你去试唱。其实没有，我们没有，你们就聊聊天，聊聊天。然后结果达哥就突然跟我说：“哎，那你的行李呢？”哦，我还在想说什么行李，我不是就是上来试个音吗？结果哎，就很开心，就达哥就收我当学生了，他就收你为徒了，就这样，就收我为徒。那你那时候不是有心里怕怕的吗？很怕啊，所以那时候我刚开始就是接触到达哥的时候，其实达哥就是还蛮特别的，他不是一见到我就开始一直教我，就说你要唱歌来怎么唱什么的，他反而是一直让我去就是多看看，比如说带我去看一下阳明山啊、樱花啊、什么竹子湖啊，然后吃一些就是他煮的美食，越来越可疑了，就是去吃外面他说超好吃的东西。他很会下厨，他手艺很好，真的。然后他就跟我说：“来，你刚来的时候呢，我就是带你去看这些东西，我就是要让你知道说，其实音乐，不单单只是音乐，你可以从生活周遭，去感受到它。OK， 对，所以达哥其实是从这一部分开始着手教我，所以那时候我就开始觉得，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恐怖，就是看来看去也不像是个坏人。我帮听众朋友解释一下，这个钟诚达他是从哪里开始说起？关子音乐坑，然后到后来的交工乐队，到后来的这个浩克乐队，然后他这些年跟陈明章一起也在玩很多东西。那今天在现场的黄培玉跟达哥也是一起玩音乐，玩了很多年，是是是，都跟着陈明章一起在玩音乐。对，那所以钟诚达是，对，我认识他真的很多年，我应该是1999年认识他的，对，我大三 ，OK， 对，今年我们认识20周年了，应该要找他来喝个酒，好，扯远了，好，所以就这样，那是哪一年的事情？我那时候好像才23、24岁，那四五年前，所以你参加。原创歌曲大赛是后来的事情。那时候其实还没有到一年，达哥就跟我说，我觉得你可以试着创作。哦，对，然后其实我也不知道创作是什么东西。你不知道创作是什么东西？我不知道创作是什么，因为我也不会乐器。OK。然后我只知道就唱歌这样子。然后达哥就说你可以就是试着写写看。哦。然后其实我也是想了很久才想到说。那不然就先从我最熟悉的地方开始，从家为出发点，对啊，就写了我的第一首歌《妈妈的手》。哦，所以那是你写的第一首歌，第一首歌，然后从你最熟悉的事情开始写起。对，
然后就一步一步来，就发现哦，原来创作是这个意思。哎，对。哦、今天的来宾是穆尼优，这位排湾族的创作歌手。他在去年发行的这张专辑《思念》也入围了第30届金曲奖。那么，这张专辑的整个制作班底还有乐手名单拉出来，很多都是老朋友了、哦、是是是，所以录这张专辑的过程应该是蛮温馨的。那有一些幕后故事，待会让培育跟我们多多透露一些。这首穆妞妞妞写的第一首歌《妈妈的手》就这样收录在了这张专辑，并且是放在压轴的，放在最后最后的地方。对，加赠，有点像是一个像是一个 bonus track 的感觉。嗯，因为这个是3年前好像有出，我们有出过一个 EP， 嗯，对，但是那时候没有实体。哦，那时候没有发实体，嗯，哦，所以就把它放在这个专辑里面了。所以这个其实反而是专辑里面最早最早录好的作品。对对对 对, 对。哦，所以回头听3年前的自己，跟现在的状态又有些什么不一样吗？嗯，我觉得都还是一样啊，很年轻。确实还是很年轻的，没有错，一点都没有错。妈妈的手这首歌用母语演唱，所以穆妞帮我们稍微解说一下歌词在唱什么。那时候其实我是想到妈妈是做服饰的，服饰，对、哦、然后她又是用做服饰的手拉把我们长大，嗯，然后我就开始写说妈妈的手就是轻轻柔柔的、嗯、很温暖的手，嗯，然后因为是从小带着我们长大嘛，所以我就先从摇篮开始，推着摇篮轻轻的唱这样、嗯嗯嗯、然后一路长大就一定会遇到很多，就是生活周遭会发生很多事情，像遇到困难、嗯嗯、或者是受了伤跌倒、嗯嗯、妈妈都会轻轻的安抚、嗯、然后拉着我起来这样、嗯嗯嗯、对，就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嗯嗯嗯，所以妈妈的手就是给你温暖，给你安慰，对，在你难过失望挫折的时候，妈妈的手让你有所依靠，对，这样的心情。做服饰是什么意思？是做就是衣服跟饰品，衣服跟饰品，对，所以他是做好了给，是拿给店里卖吗？还是自己？他基本上都是自己，然后客人会找妈妈，然后做定制服。哦，做定制服，定制的服。哦，这样子，哇，他妈妈手艺真的很好。哎，对，很好。妈妈会听到，哦、妈妈会听到。好，要找妈妈好要找找妞妞的妈妈做衣服的话，可以拨打荧幕上这支电话。好，她可以上网自己查一查。我们来从头听一听这首歌《妈妈的手》，这是穆妮欧在3年前生平第一次正式录下来的个人作品。对，对哦、那这首歌。吉他仍然是培育，然后当时的混音师是另外一位老朋友阿灿，对，对他也是很棒的吉他手。嗯嗯，我们来听一听，这是穆妞音乐人生很重要的一个起点吧，对，跨出了很重要的一步。
妈妈的手来自慕尼欧三年前的录音，这是第一次进专业录音室，后来也是这首歌拿去参加了这个原创歌曲比赛，对，然后当时也拿到了佳作，对，哦，所以这也是阿达那时候鼓励你开始试试看自己写歌嘛，对啊，哦，结果哎，居然就有受到肯定，哎，当时是什么情形，自己感觉怎么样？当时是其实还有点不敢相信，哦，对，因为我那时候其实对自己的母语创作没有到很了解，哦，对，而且我也一直不确定我这样做到底对不对。怎么说？因为我应该说我们现在年轻人讲的母语跟老一辈的会有一点不一样，嗯，对，然后我一直很害怕就是他们可能不太懂我想要表达的是什么。话说起来，每一代的人讲话都跟上一代不一样，不我们讲话跟我爸妈也不一样对不对？我现在听我的学生讲话我也听不懂因为母语的话它有非常多种翻译的方式，对对对 对, 对，然后老人家会讲的比较委婉一点，嗯，比较深，可是像我们就会讲的比较直接，哦，对，哦，所以有些，嗯，长辈就会觉得我太直白了，哦，对，哦，所以刚开始都会有一点害怕，可是还有因为妈妈都说没关系啊，你就做自己。是啊，是啊，老人家听不懂，我们听得懂，没错，没错，是这样。对，你看金曲奖那个嘻哈歌手有没有？老人家就听不懂。不过说起来，慕尼欧对母语的掌握是从小就跟着妈妈都会说母语的。对，我们从小中间没有断掉。对，几乎都是说母语。嗯嗯嗯。那但是部落里面大家彼此日常生活都还是用母语吗？都是用母语比较多，嗯，哦，所以它就是一个很习惯的，只是你在写歌的时候要选择用什么样的语气，对对对，什么样的语言来唱。 对，这个时候会比较难翻译。哦，对，哦，所以中间你有回去找妈妈求救吗？我直接打电话，直接打电话问他，直接打电话，哦，就这个意思要怎么讲？对，我说我这样会不会太直？哦，然后妈妈会觉得，欸，有点粗鲁，可能要稍微调整一下这样子。对，哦哦哦，嗯，就是说要让这个歌词唱起来跟你的音乐感觉气质是比较接近的。对对对对对，哦哦，有意思。刚提到这个钟成达鼓励妞妞自己写歌，然后就去参加比赛看看嘛，反正大不了就是，啊，嗯，没有人理你，但没关系，就下次再来。哎，结果就得到佳作了。对啊，那是2014年的时候。嗯，再来就是《思念南大武站》这首歌，第二次参加原创大赛。对啊，这次可就不一般了，就拿到了首奖。没错，啊，拿到了超级大奖，拿到了第一名。同样也是从自己最熟悉的题材来写，对，写南大武山，对，写南大武山。嗯 嗯，那时候是因为我就是在达哥那边就是学习，嗯，然后达哥那时候就住在淡水，嗯嗯嗯，然后我就想到，就其实也还是会很想念家人，因为我比较恋家，哦，然后就想说写一首歌，嗯，就是关于家乡的，嗯嗯，对，因为淡水有那个观音山，对，观音山，然后我就看着观音山，然后想念我那边的大武山，哦，其实大武山就是大武山，是，然后为了要区隔，就是我在北部，嗯，我是想念南部的你们，嗯，我就多加了一个南大武山，嗯，这样。了解，了解。说起来，妞妞的故乡来异乡的台湾，就台湾的排湾族分布在不少地方，对，每个地方有不同的系统，然后习俗也有点不太一样，嗯，语言也有点不一样，对对对对 对，所以你的这个系统应该怎么放在哪个脉络？这样讲起来，嗯，算中排湾，但也有人说是南排湾，哈哈，嗯 ，OK， 所以跟阿豹的跟马斯卡的不一样，都不一样，不一样，哦，嗯，哦。好，这一题我们再多做一点功课，有机会再多学习。对，我做这个节目有机会就要学习一下。思念南大武山用台湾语写了一首思念故乡的歌，那时候已经是离家的第几年了？我记得还不到一年。哦，哦，还不到一年，还不到一年。嗯嗯，但是已经蛮想念了哈，嗯，看着观音山，啊，想着家乡的山，好久，半年好久，已经觉得很久了。
那阿达有没有把你锁起来不让你出门啊？其实不会，不会啊，他都会跟我说你想去哪里。对啊对啊对啊，他都会说想去哪就去哪。是啊，嗯，因为要多看看多听听你才会写得出东西。没错，不过回家一趟确实是比较远一点，很远。对，嗯，那时候但阿达除了做菜跟带你吃东西之外，总要教你一些跟音乐有关的事情吧。还是会，但基本上刚开始就是矫正我的咬字，矫正咬字，矫正咬字发音。哦、怎么个矫正法？因为我刚开始上来的时候，我那个腔啊还蛮重的。哦，对，就是慢慢调整，因为达哥说、要让人家听得懂你在唱什么，是你在说什么。OK， 对，就是先从咬字，再来就是他教我打鼓，他教你打鼓，然后要训练律动感。对 ，OK， 然后。才开始慢慢就是教我唱歌，嗯，对，先把话说清楚了，对对对，才能把歌唱明白，对，先找到了节奏跟律动，然后再来学唱歌，嗯，听起来阿达是个好老师啊，很好的老师，我20年前我应该要跟他学唱歌，我现在就出道了，思念南大武山，来妞妞帮我们说一说歌词在讲什么？嗯，歌词大概的意思就是说。时间不管过了多久，嗯，你的样子我依旧都还会记得，嗯，对，然后不管就是因为时间在走，人脸上也会多了一些皱纹，嗯，一定会有变化，嗯，但是不管怎样子的变化，我都不会忘记你，嗯，我对你的想念就是非常的坚定，嗯，就不会有所改变，哦，对对对对对，所以你写这首歌词的时候，有问妈妈哪些字词要怎么说吗？有，所以那个里面的微妙的差别是什么？有一个是在有一段是写说，当太阳缓缓升起，啊、哦，就感觉很像是你的声音在轻轻的呼唤我，嗯。对，当我被太阳照到的时候，就感觉很像是你的声音在轻轻呼唤我。我那时候声音，就是我光声音这两个字，我就一直在想，我到底要怎么写比较好。然后我妈就跟我说了一个很古老的说法，古老到我根本就没听过。对，然后她就说她的爸爸，我的外公都会用这个词。她说这个词很美。这个词是哈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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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哈总，你的声音，声音。嗯，所以这是台湾语里面形容声音的一个比较古雅的说法。对，那假如是年轻人会怎么说？哦天哪，我怎么忘记的是声音哎？哈总，哈总，哈总，嗯，哦，所以就用到这个歌里面，对，用到这个里面，了解。哎呀，这个就变成了有点雅词的感觉。对呀、啊。我们来从头听一听这首歌，这是让穆尼欧拿下了这个台湾原创流行音乐大奖的这首曲子，这是2017年的事情，后来收录在专辑里面，还加上了笔笛、还有大提琴钢琴的编曲。这张专辑的支援的乐手都蛮厉害的、都是有故事的，待会儿我们再慢慢聊，先听听这首歌《思念南大武山》。
欢迎回到 FM 九六点三阿里昂原住民族广播电台耳朵借我节目，我是马世芳，今天的来宾是穆尼优，我们叫他妞妞，还有这张专辑的制作人黄培玉。刚听到那首歌《思念南大武山》里面的鼻笛啊，是邵尼瑶吹的哦。是，鼻笛也是排湾族的传统乐器，大家最熟悉的其中一个、哦。我知道鼻笛是他们有些禁忌、哦、是说女生不能吹鼻笛、哦、女生不能吹鼻笛。可是邵尼瑶老师他可能就是第一个突破这个限制、他现在很致力在做鼻笛的推广。是是是、对。我听到的 上次就有聊到这个事情，我们跟阿美族复音传唱这个第二代马兰吟唱队的老人家也在聊这一题，他们也同样有入围今年金曲奖嘛，那张专辑用了很多摩登的编曲方式，我就想说，老人家听会不会怪怪啊？他们说不会，其实还蛮好玩的，而且老人家慢慢也可以接受，就是以前当然有很多禁忌或者很多规矩，某些歌男生不能唱，某些歌女生不能唱，什么时候只有祭典可以唱之类。后来好像也比较常常的觉得，既然能够传唱下去，年轻人愿意学。那以前那些禁忌啊或者习惯啊可以随着时代做一些调整、这些慢慢的我觉得观念也会有一点不一样，就我的感觉来说我觉得蛮好的啊，因为就让我们这些外行的汉人有机会多接触到、就有学习的机会嘛、这张专辑参与的音乐人要让培育来跟我们稍微说一说，就是你会接下妞妞这张专辑的制作人、肯定也是因为阿达跟尼亚的老朋友、这一群人大家都一起玩音乐玩很多年了，是。但是阿达他在这张专辑他的头衔叫做音乐顾问，是不是？其实达哥就像是一个有问必答的，对，有求必应的神明这样子，有求 必问的神明，就土地公在这里，对对对，是的，就是你要拔杯他就跟你解答这样子。对、那基本上跟妞妞认识蛮久了，也是达哥介绍这样子。对啊，那达哥想要就是说，这个妞妞很就是
我们一起把它做一些东西，让它有可以、嗯、或许有所发展这样子。对，然后那时候就找不到一个好的机会，所以说我们在第一次原创、哦、原创已经得到佳作，但是它沉潜其实蛮久的。对，因为第一弹是资金嘛，对，然后第二弹是知名度，因为说真的没有人敢去打一场就是不一定会打胜的仗这样子。对，那基本上是到去前年他得到原创冠军。然后我觉得诶、欸，如果说我们把它带那么久了，多少点责任在了、对，我觉得应该有个交代，这样就是我们要把东西做出来，要让概念比较清楚的东西这样子。对，所以那时候其实就其实也没有去要什么补助，说就是没有，全部是自立自主。对啊，我就去做这件事情。对，就想说我今年一定要把它弄出去。对，不管怎样，就是想尽一切办法，然后东拜托西拜托，找所有的朋友们，大家一起来做这件事情。反正就都先不管，都先不想，不管就先做了再说。对，做了再说，之后要是有机会可以申请一些补助也不错，但先不想这个。对啊，先不想。不过最后还是有拿到一点补助了。一点点，一点点，哦，是吧？那我就不要念补助单位的名字了。对，真的不要念，非常的少。哦，这样子是吧？对，但是其实我的概念，我的想法是说，其实我们或许真的不用因为那些事，因为你知道心里有在想这件事情，他有时候会水到渠成啊。不管怎样，他都自己他会完成。对对啊，那对我来说，做音乐从以前到现在就是这种想法，就是。这个好玩的事情，对，这是有趣的事情，这是会让现在的我有成就感的事情。那钱或许它不一定是摆在第一位这样子。那是啦，对啊，是。所以当然因为大家都是，其实做这张专辑的每一个人都是老先级的人啦。对，是。然后大家都可以用资源共享的方式，对，去贡献自己的劳力，没错。但你真的要照行情加算的话，那是很贵的。对，但是用友情的方式支援的话，大家可以无中生有变出一些东西来。对。介绍一下，对，介绍一下这张专辑的核心成员好了。这张专辑的核心成员当然是就达哥嘛，对，然后还有就是，核心的话。就是像老卢啊，卢新明啊，对，然后其实有一位还蛮重要，叫唐宁，钢琴手，是，对，那他是从伯克利回来，但是没有很久，而且也蛮久了，可是他就是在做一些乐团，爵士乐团，对，我觉得妞妞的声音的质感，其实配钢琴还蛮适合的，对，所以我请他在里面，其实他的角色还蛮重要的，那其他的乐手可能就是我以前在。我自己的跨界乐团叫《机密时光》，是，对，然后里面的乐手这样，对，那我会觉得是这个专辑里面有很多种不同的编曲的方式，对，有那种例如说很比较 acoustic 的，然后也有 band sound 这样子，所以说我就分成两套啦，一套就是我们《机密时光》这种的，然后另外一套 band sound 就是老卢他那边来带，然后唐宁啊，然后鼓手叫曾渊明，对，这些是我们比较常合作的乐手，是，对，所以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录音的地点是在录音地点在板桥在那个阿灿那边。阿灿 ，OK， 所以都是他友情支援，对，大家友情支援这样子。来，妞妞，你觉得培育是一个什么样的制作人？我觉得，好说，很厉害的制作人，好说话吗？还是在录音还蛮好说话的，因为其实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去做？但他都帮我想好，我什么都说好。哦，这样子。对，你难道都没有主见吗？总要有点主见吧？他真的没有主见，我就没有。就怎么样？因为我也不太知道说这到底要干什么，要做什么。那可是有的歌是你自己写的哦，你写的时候应该要就交给他，反正就很放心了。对，信任。明白，就是你写了歌，然后你相信制作人可以帮你把这个歌用最对的方式加分，没错，做好。那这个是最美好的关系，真的哦，好，你也会害怕啦，对，因为就是让他很信任我们，对，那你真的也是会害怕，其实就是还难免会有点得失心，就像我做这张专辑出来，因为基本上我是第一次就是这么专心做
个人哦，我可能做过制服的合集啊，什么什么制作人 OK。可是如果说我一个人，我去推一个人这个事情，那妞妞是第一位哦。对，啊，那时候我其实会害怕哦，就是哎，如果说大家觉得黄佩你很逊，这么好的东西被你糟蹋了，这样我真的很害怕。其实我压力很大，压力很大哦。哦，所以金曲奖入围名单公布的时候，有稍微松一口气吧？真的就觉得哦。好，我可以交代。至少音乐圈的同行有肯定。对对，至少是这样子，就是认证这件事情是符合大家的高标准的了。对对对对对，哎，真不简单。好，今天的来宾是慕尼优，我们叫他妞妞，还有这张专辑《思念》的制作人黄培玉。刚的这个培玉跟我们提到，专辑里面的歌，有的需要热闹一点的乐器编制，有的是用简单一点的编制。是是是。那么，现在听的这首歌呢，叫做《我好想你》。嗯，《我好想你》这首歌就是用了比较热闹一点的、比较热闹一点的编曲，是，但是也并没有到摇滚乐团那种乒乒乓乓啦。嗯，它比较还是有点爵士感的。对，嗯，好，我们先听听这首歌。听完这首歌，回头来下一段节目。今天培玉有带吉他来，对不对？有有有。好。等一下就来验收一下没有啦，等一下我们的空中演唱的时间大家一定会非常非常的享受，千万不要转台，回头来我们再跟妞妞还有培玉继续聊。现在收听的是原住民族广播电台
阿里岸96.3，我是你的好朋友王阳明。美好时刻要与你分享，呼，阿里岸96.3。耳朵借我，马世芳制作主持。一路一路啊宝贝，一路啊宝贝，一路。
这首歌叫做《美食歌》，来自穆尼欧的专辑《思念》。这是专辑里面比较热闹的歌啊，我们听到了乐团乒乒乓乓的声音。但，这首歌的歌词，对，可以听歌学台湾语，伊苏瓦就是有的意思，对吧？对。好，然后伊苏瓦什么就是这里有什么什么，有什么好吃的啊？歌里面提到这里有小米酒，有山猪肉，有小米糕，但第四个东西叫做吉努沃，吉努沃，吉努沃。吉努沃是什么？它那个它好像没有中文诶，翻译不出来。它是什么？它是用大芋头蒸熟了，然后捣碎，然后做成团状、团状，就是用手捏成一个丸子一样。对对 对, 对，然后沾那个花生粉吃，超好吃的，听起来就很好吃。没错，超好吃的。所以这个东西叫吉努沃，吉努沃勒，吉努沃勒，对，吉努沃勒。哦，芋头。蒸熟了，大芋头捣碎，对，捏成丸子，沾花生粉吃。没错，我好饿哦。美食歌很可爱的歌，我们一起玩，我们一起唱，我们一起手牵手，我们一起跳舞。这里有小米酒，有山猪肉，有小米糕，还有刚刚讲这个吉努沃勒。怎么会写这么一个可爱的歌，让大家听了肚子饿的歌？因为我希望就是观光局赶快找上我。没有啦，我们那时候好像也是在练团的、然后就突然讲到不知道讲到什么吃的还是什么的、然后就赶快就写一写，然后就变成就直接录成歌了。什么一聊天聊到好吃的东西，我忘记那时候是聊到什么关于吃的。就那时候好像就是在我们就说什么东西是怎么念这样子哦，对，然后就讲一讲，就说哎、那我们写一首这种歌好了，感觉就是那个夜市啊什么都可以放这种歌。确实是这样哈、今天的来宾是穆尼欧，我们都叫他妞妞啊，然后帮我们回顾去年入围第30届金曲奖最佳原住民语专辑奖的这张思念，然后今天在现场另外一位朋友是专辑的制作人黄培玉。培育的另外的身份是这个静谧时光乐团的团长。是是是。其实都再说一次，大家都是我的老朋友，我们都认识很多年了。但是我总觉得你们这一群人沾之在前呼焉在后，不知道下一次出现的时候是用哪一个身份。比方说柯志豪小豪。嘿嘿，对对对。他有时候是三生现役在那边妖魔鬼怪、有时候又在做害兮兮的制作人。对。有时候又跑去弄那个国家级大型演出的这个音乐的策展，对啊对啊，要一年几十个 case 啊！我现在就是斜杠，一大一直斜杠，超级斜杠，一大一直斜杠。然后刚刚提到这个收妞妞为徒的阿达钟成达、也是一样、对，在这边顺便恭喜他当新手爸爸，对，最近又多了一个斜杠身份。还有还有好几位朋友，很多很多，对，包括肖诗伟，对对对对对，肖伟、拉二胡，对，他是在里面拉手风琴，他在专辑里面就拉了手风琴，斜杠乐器，是不是？是不是手风琴跟二胡这中间应该有些什么共通之道？只是我没有想过，都会发出声音这样。所以专辑里面，制作顾问柯志豪跟钟成达，黄培玉是专辑的制作人，是那么拉来一起助阵的音乐人，有这么一群都是厉害的乐手啊、你在开案的时候，所谓的开案啦，当然不是传统流行音乐工业的开案，就决定要做这张唱片的时候，培玉有想这张专辑要声音上面要给我们什么样的交代或者感觉吗？哦。我觉得就是跟他工作蛮久的，觉得妞妞他有一个优点是缺点、就他的东西就是太甜美了，太甜了，就是这个人他就是一直甜甜的、一直甜甜、一直甜甜的这样，这样子吗？他反而没有那种很粗、那种原住民那种很外放、很粗犷那个东西，他就比较像个小女生，甜甜的这样子。就是说可能一路上来都被呵护跟照顾得很好。是这样吗？是吗？是吗？可能有吧。有点迟疑的感觉吧。每个人的人生都有自己必须面对的起起落落啦。不过相较于很多真的吃了很多苦头的前辈来说，算是还可以哦。对啊。然后那个时候就我跟达哥就这么聊天，就是说比如说他有一些歌他可能需要比较重的感觉的东西。比较重的感觉。对。然后基本上我有点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哦，对，可是达哥他在这方面他就会，他基本上他就是一直会可以引导去妞妞去唱歌，然后例如说像我们录
南大武山的时候，基本上他唱歌就一直很美，可是很美不是那首歌哦，对，他可能需要，他需要他儿时唱歌那个样子，在小时候的那种情感，就是你也不加修饰，你也不怎样，你就是直接把它唱出来。可是像妞妞比较有趣是，他会觉得那个声音，他觉得会不好意思哦，因为他觉得他没有技巧哦，对，他觉得没有技巧，他可能觉得他会害怕，对，可是反而是那个声音出来，我就被电到，就哦，那这种声音就对了，那个很直觉的东西，之前唱得很美，可是就觉得哪里怪怪的，哦，对，但是他达哥就我们在录音室里面，他们指导嘛，就跟他讲一些引导的东西，这样，然后他就说啊，我这样唱歌，我都没有用技巧，都直接唱出来，然后我就说对啊，这样很好听，所以我们要来问一下妞妞本人的意见。所以录完这张个人专辑之后，你对唱歌这件事有什么新的体会吗？新的体会有，因为我以前就觉得唱歌就是要像在部落那样子，就是投币式OK 那种，对，要不然就是像在唱教会的歌敬拜那个样子，结果后来接触到老师们之后，就觉得其实也是啦，也是会用到那些东西，只是每一首歌有每一首歌不同的诠释的方式，是，对，所以要把小就是要把头皮卡拉 OK 的那种唱法还有教会的演唱的那个唱法先有时候先放在一边，对，然后回到自己的直觉，最原始的那个自己，对，但最原始的自己要怎么把它找回来啊？其实还蛮难的，那时候达哥跟我这样说的时候，我也是花了还蛮长的时间。那个培育说他有想办法引导你，对啊，他怎么个引导法？他就说不对，对，要不然就是你想一下，你现在人在山区部落来呐喊，哦，就是那种感觉很直接，很直接，直直的，对，你不要太多什么气音嘘嘘那种，不要，我要最真实实音出来，直接出来，就不要气音，不要假音，对，就直接来，直接来，对啊。结果反而有点害羞，这样会很害怕，会很害怕说这样真的好吗？可是那时候就是录完之后自己听就觉得哇，真的不一样，听起来感觉真的差很多，是、这个是蛮好的体会哦，发现自己的声音的可能性比想象还多很多，没错。刚培育有提到之前带着妞妞到处一起唱歌，对，那个时候多半是在什么样的场合唱些什么样的东西？唱些什么样的东西？就是基本上妞妞她可以是一个，人家说什么歌姬吧？歌姬，OK， 对，因为她的是机器的姬，因为她律动感还不错，律动感，而且很神奇的是，她听过很多很多很多老歌，还有是老灵魂，就是我们在练团，然后就是有些什么阿尚啊、阿贝啊的那种歌，她都其实都会，就是投币式卡拉 OK 里面的她都会，大概都会，不止这些，可能还有更早的。很厉害，所以说除了一些原住民的场合以外，我们接了很多什么 pop 啊，然后什么婚礼啊，其实我们都有做过这样，然后最主要是拿来比赛这样，对，比赛也有很多，就到处就好像带他到处去闯荡江湖这种感觉，是，所以走江湖就是不是在思念的这些歌的脉络里面，不是祖语歌，走江湖的拿手曲目是什么？他其实很多，他英文歌也很会唱，英文歌，对，他英文歌也很会唱，比方说就是老比较有年代的英文歌，多老啊，老到哪里，像什么 Fly Me to the Moon， 哇，这有够老的，卡本特啊， Carpenters， 卡本特啊，对，反正他就是他们学，说真的，他们那个对旋律的掌握度很快很快，是真的是很快，很神奇，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以这样子，对啊，所以就反正就万能歌手，对，可能不能唱摇滚的啦，对，不能唱摇滚的，其他应该都 OK 这样，搞不好也可以哦，下次试试看。好，对啊，这张专辑有一些，像我们刚刚听，因为冰冰变变也不错啊。也是。对，下次破音踩下去试试看。好，今天在录音室现场，黄培育带了他的吉他来，然后我们要来试试看空中不插电迷你演唱会是什么情况。没问题的啦，走江湖这么久了，这个小 case。
培育这套吉他好可爱哦、喔。对，超可爱，小小 的，但是看起来很精巧哎、欸。对啊，好期待。一看就是这个 pro 的人才会用的东西，看起来有点岁数了。哦，对啊，嗯，这把琴有点久。对啊，这把琴是 Maton 啊 ，Maton 哦。传说中的马桶琴，跟你一起，跟你一起陪你多久了？这把琴，这把琴大概五年了吧？五年了，嗯，对啊，琴声小，但是声音好脆哦，好好听。好，接下来这段节目就要把现场交给妞妞、穆尼优还有黄培育的吉他。本来他们有准备曲目，但是刚刚好像他们聊着聊着就觉得随便爱唱什么唱什么，就把原来要唱的都不管了。然后那我也没关系，都很 OK 的，你们唱什么我都很好。对，所以但还是要稍微介绍一下接下来要唱的歌。Okay. 好的，我们请妞妞帮我们介绍一下。好，嗯，接下来要唱这首歌，它叫我自己帮它取名的啦，叫 Dima、嗯。因为这首歌其实是排湾族的、嗯，算是古调吧，因为它是传唱下来的。Dima 是什么意思 ？Dima 就是是谁的意思？谁？谁？对，哦、是谁？哦，是谁 ？OK。然后因为歌词也很可爱，就是谁啊？谁最英俊潇洒啊、哦？这样，然后就看你要不要加个名字，哦、要不然就偶嗨样带过这样。哦，这样子。对，很可爱的一首歌。哦，哦好呀。不好意思，说是谁的时候，眼睛看着他在唱《好嗨样》。我们把现场交给穆尼优还有黄培育。好。厉害厉害，张口就来，怎么这么好听？我所以，我大家可以想象，当时在录音室里可以 one take， 水到渠成就是这样啊！哎，好好听哦，今天可以一直唱下去，你们尽量多唱一点，我都没有问题，对我少讲点话也可以。好，刚刚这首歌叫 Dima， 就是谁？是谁？对，所以这是一个，这算是一个情歌吗？好像就是以前那种原住民要交男女朋友的时候，都会在就我们都是一群人啊，都不会是一对一，嗯、就一群人，可能就是 男生在对面，女生在这一面这样，然后对着谁唱这样子，对，那是情歌，算是情歌吧，算这样当然是情歌，虽然歌词听不太出来，联谊的时候唱的歌，一起玩，对 对，一起联谊一起玩唱的歌，没错。好，今天的现场这个空中演唱会是穆尼欧跟黄培育的吉他，下一首歌是你要唱娜娜吗？什么？哦，那很吵，没关系的，没问题，没有在怕的啦。这首歌其实我也不太知道它的歌名是什么，我们都乱取，我们都乱取，对，我都叫它五娜娜，五娜娜，这是我小朋友的时候在山上听到我爷爷在对着就是。山边唱这首歌，爷爷对着山边会唱这首歌。对对对对对，他很喜欢站在就是你知道悬崖处山边边，然后对着对面的山唱，对着对面的山唱。对，然后我也没问他这是什么意思，对，就学起来了这首歌。很特别。从小听爷爷对着山的那一头唱，不知不觉就把这个歌给记下来了。对对对对对，哇，
好有意思。好，我们等培育调一下吉他弦，这需要一个 tuning。那这样我要远一点，可以啊。这个厉害，这个有厉害，吴娜娜，吴娜娜。所以你唱了这么多年，其实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我有尝试着要去问爸妈，但爸妈也不清楚，不清楚。对，哦，可能要再找就是老一辈的老师们。哦，对对对对，哦，很好听哎，而且听着有非洲感哎，不知道为什么，就改过了啦，改过了、啊，然后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结束。我们这首歌都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可以一直无穷无尽的唱下去，就一直看，想他到底要不要停，要捉弄他的时候就让他唱到死呀，然后他就还一直弹，一直弹，都没有就没有要让我休息的意思。好听好听，吴娜娜，吴娜娜，哇，想象一下阿公当年在山边唱这首歌。他唱的很有，就是比较深情啦，跟我完全不一样。就本来会唱的比较慢，对，这首歌其实很慢。哇，厉害，吴娜娜都是小时候学过的歌。对啊，好，就接下来要唱自己写的歌吗？唱阿公的。阿公哦，要唱。刚是爷爷，刚是爷爷，现在是外公。对，但这首歌是自己写的。嗯，外公的交代。对，外公的交代。嗯，这个背后是有一个故事的，就是关于外公留下来的一卷录音带，对不对？对，没错。嗯，那时候也是因为刚好在跟妈妈整理她的东西，是是，找到了这个录音带，嗯，然后播放出来听，哦，才听到外公的声音。哦，嗯，说是在交代说，我的日子也不多了。嗯。然后希望在我走之后你们兄弟姐妹能够就是互助互爱互相帮助，嗯，对对对，就类似这种交代。嗯，然后我那时候是想说与其用外公的声音这样子流传下来，不如我用唱的，可以流传的比较久一点，对，传唱的方式。嗯，对啊，就把这首歌写出来。所以你跟妈妈在整理外公留下来的东西。我在整理妈妈的东西，妈妈的东西，然后找到他留下来的录音带。那是多久以前的？那个录音带多久以前？对啊对啊，妈妈好像才五六岁的时候。哇，那真的很久以前了，很久。妈妈才五六岁那时候，嗯，所以外公已经离开很久了。对，很久。妈妈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了。哦，嗯，哦，因为外公年纪很大。外公年纪很大，很大。了解，嗯，所以妈妈是老来子，所以很早，妈妈小时候外公就过世了，对，所以妈妈对外公的记忆也
其实还蛮深的哎、哦嗯，因为他几乎都是跟爸妈在一起、哦、以前也没有什么一定要去上幼稚园，那是那是，所以都跟爸爸妈妈就是跟外公外婆一起在山上，是是是，然后妈妈又是家中最小的孩子、哦、是 妖女，对、哦、妖女、哦、我妈是妖女，嗯嗯嗯，妖老妖的妖是所以就很得宠啦、嗯、很被疼，但是外公没有能够看到妈妈长大就是了，对、嗯、年纪太大了，生妈妈的时候都已经60多岁、嗯、哦，那真的是年纪大了、啊、哇哦，所以、找到自己卷录音带、嗯、放出来听到很多年前外公的声音，他用母语说，对对对对对，说我的日子大概不多了，对，但有些事情想要跟我的孩子们讲，对、哦，哇，这是很动人的故事、嗯、那个录音带应该就是应该把它过出来变数位档吧，好好存起来、哎、有在我家在黄董呢OK， 所以妞妞后来就写了这首歌，就叫做外公的交代、哦、歌词的大意就是把这个故事，直接把外公说的话写下来，直接把外公讲那段话直接写出来直接写出来 OK， 这段话用汉语翻译出来的意思是这样的，要交代你们的我只能讲这么一小段话，要是哪一天我走了，请你们要记得今后你们要互助互爱互相关心，兄弟姐妹彼此要是需要帮助就要无私付出互相扶持、啊、这个是老人家会说的话没有错，但是外公这么原原本本的说出来说还是很感动的，真的、嗯、哇，真是很动人的故事。好，我们接下来就要在现场听听穆尼欧跟黄培玉演唱这首歌《外公的交代》，这是外公留给子孙的一段话，他说这段话的时候还不知道后来会有一个外孙女儿，哎那外孙女儿他们这一辈的人就把外公的话记下来，并且变成了这样的一首歌，嗯，
欢迎回到 FM96.3 阿利昂原住民族广播电台的耳朵借我节目，我是马世芳。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和星期二晚上6点到8点播出。今天的来宾是来自排湾族的创作歌手穆尼优，我们叫他妞妞，还有他的这张专辑《思念》的制作人黄培玉。刚才听到妞妞演唱这首歌《外公的交代》，好好听，好好听。哎呀，这个最近这几年的历练，火候功夫这些都不说，我觉得妞妞的声音最迷人的是那个清澈的感觉，是是是，真的就是。这些是超乎技巧之上的，对，这是最迷人的部分，好棒哦！我觉得你碰到了一群对的叔叔们，对，他们让这个清澈的东西保留下来，但是让你的音乐可以，就像刚刚讲的，在对的制作跟对的乐器的烘托跟对的方式之下，让它可以发光，可以加分，但是核心的部分留了下来。毕竟这些歌是你自己的故事，是你的人生嘛，对，必须要反映出你真实的样子。嗯，哎，很替你高兴哦。对，这张专辑入围了今年的金曲奖，那所以也就顺带去了一趟小巨蛋，也见识了一下现场的那个五光十色，排场蛮大的，应该是蛮有趣的经验。对，很好玩。嗯，感觉比较像是过去，就是不知道哎，看看很多音乐前辈们，嗯，对啊，嗯，带妈妈去看明星，带妈妈去看明星，有看到什么大明星，还蛮开心。他一到的时候真的是快失控哦，他直接把手机拿出来要狂拍，哦，我说不行，你至少问一下人家要不要给你拍。哦，他要拍谁啊？他那时候是看到王志平哦，妈妈就已经手机拿出来要冲过去，我就马上把他拦住，我就说：“哎，欸，你要问一下，不可以这样。”妈妈也是蛮可爱的，追星啊，太追星。嗯，得到音乐专业的这一群评审的肯定，这是很不简单的事情，所以还是要说一声恭喜，谢谢。哦，对啊，嗯，接下来应该对自己更有信心了吧？当然。嗯，培育也松了一口气嘛。对。做这张专辑听起来大家都蛮和乐融融的，啊，有什么比较撞墙或者困难，或者中间有什么撞墙？哦，对啊，我觉得有时候会是，例如说乐手的个性，乐手的个性，对，就是你们这些大叔。有时候，啊，有的比较狂野，有的就很内敛。谁最狂野啊？但是老卢啊，老卢最狂野。好的，贝斯手最狂野。贝斯手失控会怎么样？没有他，可是有时候需要，有时候需要，有时候需要，哦啊，有时候可能会找另外一个贝斯手，哦，就是老郭这样的。OK， 对，他就是不一定，哦，然后就是你真的就是要知道说乐手他适合什么，嗯，对，然后在里面，嗯，啊，那时候有时候就会遇到说，哎，欸，录一度发现这首歌这样，哎，欸，不好。只好重录这样子，也会有推倒重来的时候，对，也是也会推倒重来的时候，还蛮多次这样子。哦，那时候就是那种实在蛮煎熬的，哦，就是要花时间，嗯，对，要花钱，要花人力，什么什么之类的，嗯，就是是。有时候想说就算了，可是想说既然都做了，不甘愿嘛，嘿嘿，不甘愿，不甘愿，心里已经，脑子里面已经听到可以更好的声音了。对啊，对啊，对啊，哦，对啊，就是应该这样。嗯，哦，所以妞妞就很配合，推倒重来就推倒重来。好。他唱歌有时候也唱两三次啊，对呀，今天唱完回去隔天，哎，真的，我们也不是很凶那一种，我就说，哎，那要不要再吃好不好？然后他就乖乖的都。听起来，这张专辑的人声演唱的部分录音，比起主流唱片工业规格的录音来说，应该是更容易或者更快的吧？哎。对，没错没错，哦，可是其实就是一个气味啦，就是那个 feel 要到，那个气味，那个味道如果到的话，基本上我也不会觉得它 tune 也需要 tune 什么或是不准什么，我觉得它还好，那个倒是还好，对，但是那个声音要感觉是对的就好了，哦，这样子，所以也不太需要去零剪碎歌再剪贴在一起，嗯，基本上没有做这件事情，他蛮会唱的啦，基本上他气氛对，他可以一次 OK 这样子，所以我们听到的都是一个完整的 take，唱歌几乎是这样，几乎都是乐器没有，几乎都是完整的乐器的没关系啊，因为大家是要去帮衬妞妞的歌声嘛，对对对，没错，哦，但是歌声是最重要的本体啊，是、嗯，几乎都是 one take， 而且刚刚培育有说，虽然为了要搭配乐器，还是要开节拍器，要开 click， 不过也不会都跟着那个唱啊，对。
那这是对的啊，你要是都跟着那个全部来点上就不对了，律动感跟摇曳感就没有了嘛。嗯，对，乐手就要辛苦一点，所以偶尔要剪贴一下。我最后听起来是松松的，是挺舒服的，是不容易。这都不是唱片工业的标准的做法啦，对，真的不是。所以制作人辛苦了。我们现在背景听到这首歌就叫《静谧时光》，这个是怎样？这是公器私用吗？对。这是牛牛写的歌，牛牛做的曲。然后是培育的词，对对，这个是好，这首歌是因为他要写一首歌，他要写给我妈妈嘛，嗯，他写一首歌给妈妈，他没有写给爸爸，嗯，然后他就说他有一天跟我说，我想要写一首歌给爸爸，要写一首歌给爸爸，对，可是他写词就有点可怕这样子，他写中文的词啊，中文词，他写中文词，我就觉得哎、真的不太好，你也太直白了吧，怎么这样子，给人家点信心嘛。然后就好，还有改进的空间了。OK， 没有，我就跟他说，那你这边等我一下，我就抽一支烟。哦，他就给他一根烟的时间。对对对，哦、我就帮他改一改，就然后就发现只用了他第一句而已，这样子。第一句是我的，第一句是后面全部都是培育老师的。哦，第一句是妞妞的。对，睁开眼，阳光透窗洒落一地，这一句是原来的。哦，全部就改了，这样后面就无关了。对。哦，了解。好。这对和光同尘，这不是平常人会用在歌词里。真的，嘿，文青出现了。真的，这是真的文青。对啊，但那时候歌名就要叫《静谧时光》吗？没有，因为那时候其实这首歌会出来，对，就像老师说，我就是要写给我爸爸。嗯然后我那时候就帮他定了一个名字，就是有了妈妈不能没有爸爸。可能这样真的太长，然后真的太闹事。你刚说的是原来的歌名。哎，对，就叫有了歌，有了妈妈不能没有爸爸，也是没有错啦。可能这样就太闹事，这样真的不行，有点闹不合。然后后来就想了很久，都不知道要取什么。是我们那时候已经真的要把资料交出去了，已经快要就是好，那就静谧时光这样。哦，就是歌已经录好，但是想不到歌名。对。哦，也不能歌就叫爸爸什么，好像也不行。对，所以叫，所以最后就公器私用，就叫《静谧时光》。静谧时光，所以这首歌以后就变《静谧时光》的主题曲嘛，是这个意思吗？也没有这个意思啊，就是觉得哎、那个气氛还蛮合的，就这样吧。哦，是这个意思。是啊。好的，既然如此，我们就来听一听这首这个到最后一刻钟，整张专辑最后才定的歌名。哎、对对对对，这首歌做歌名这样子。哦，原来是写给爸爸的歌。哦，原来叫做，再说一次，原来歌名叫做《有了妈妈不能没有爸爸》。爸爸知道？爸爸不知道？爸爸不知道？到现在都不知道吗？你听不出来啊？你也没跟他讲？有了，我这次回去会跟他讲。现在才跟他讲，金曲奖都办完了。好了，回去跟爸爸说，让爸爸听一下。很感动的歌耶，虽然我们讲的时候一直笑，但这是一个很感动的歌，很感动的歌。好，我们认认真真的听一听这首歌《静谧时光》，我还是觉得它很公器私用。辽阔高耸的山，进入深邃的海岸，望着你。上同的土地上
段这个大提琴的 solo 很催泪哦，就是控人心的大提琴，是是是，要给他一个 credit， 给他鼓鼓掌。像痛的河水流过，基本上我们会听到的打击乐器都是阿达吧，这首歌是打这首歌里面的打击乐器是阿达，是大哥打的。望着你惆怅，唱中文歌的时候确实感觉跟唱族语的不太一样，你自己应该也有感觉。对，嗯，语言频道切换过去的时候没错还是很好听耶，而且这张专辑不但有中文歌还有台语歌，这首歌有厉害，这首歌叫咖喱咖喱。嗯，哦，这个作词人白灵，这个要让培育 帮我们介绍一下。哦，白灵老师是一个专注在台语文学的那个写作里面的。嗯嗯，他最近有一个很疯狂的举动。嗯，他说每天写诗给你，就是他练写诗。嗯，然后一个月他写了200多首，一个月写200多首我每天都会收到他的东西。哇，真的很厉害。哦，他就是一个专业，他就是一个很厉害的台语文学作家这样子。哦，是是是，对。那他就写台语词，然后嗯，这几年我都帮他做一些，例如说台语的推广，还有他台语歌的一些。嗯嗯嗯，他有些流行的词这样子。嗯，那我负责帮他编曲作曲这样子。嗯，所以本来就已经有固定的合作。对，對，这次因为要帮妞妞做唱片，是就用了白灵的词。对对对，咖喱咖喱，他一个月都写200首，你怎么挑？我会给他，没有，就是你给他一个方向，你要说老师我可能需要一点流行一点的。哦，对，因为他可能台语歌讲太深。嗯，对妞妞来说可能不适合。嗯，对，他毕竟还是讲一些生活的小细节，我就会比较好，是是小情感这样子。哦，他就给我这一首歌，我帮他写一写这样。所以就订货的时候要一个比较小清新方向的。哎，对对对对对对，没错。穆尼欧台语本来是完全不会，完全不会，我不会听，不会说，就是族语跟中文，就是我们讲什么八加尾普通话。嗯 ，OK， 所以就要练这首歌，要练台语。对啊，就其实练蛮辛苦的啦。哦，就是要认真听，然后写那个罗马拼音出来，写罗马拼音。嗯，嚯，然后也不见得会对这样。但是你跟培育一起要唱台语歌，这个 不能放过细节的，要唱到到位，对啊，都靠要对嘛。嘿，嗯，但是我会给他一些他自己声音上可以发挥的空间的。OK， 只要不要差得太远的话，我觉得还可以这样。哦哦，反正最后不要听起来什么操你呆这样子。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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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哎，结果是不错的哦，特训的成果还蛮好的。老师也会听的，就白老师也会听的。白老师听了有什么？大家一起定他这样子。白老师也有来？没有，他就是我录完然后寄给他听这样。哦，因为可能很多地方没有，像他有闭口音啊，对对，鼻音啊，对对对，那个东西要注意这样子。那一定要指点，对啊，很容易会错过。没错，是这首歌还有一位厉害的客席乐手，就是大竹岩，是是，他来弹吉他。对，嗯，因为这律动我不会。哦，是吗？竟然有你不会的？没有没有没有，这太那种有点松。有点紧，这个东西我就不太行，这样有点松，有点紧，这好难体会啊！就是那个弹那个气氛，我怎么弹都觉得就是怪怪的，这样。反正你自己越弹越没信心，干脆来搬救兵这样。对对对，请大老师来帮我们弹，看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OK。
不是培育吉他弹得很好，我们今天现场就已经听到了。不过对啦，对艺术家对自己很严酷，这也是常有的美德啦。对，你觉得还有更厉害的就搬过来对对借用一下。当然果然用非常简单的编曲做出了一首意外的好听的歌，嘎比嘎利，在这张专辑里面是很不一样的作品。对啊，嗯，我对这张专辑的混音除了 bonus track 之外都是另外一位老朋友陈冠宇。对对对对 对就是啊、哦，我们的老朋友也上过我们的节目，是以立高路的老公啦、啊、是大家手艺都很好、啊、但是也都有一种对有机农业的感觉。对啊，我觉得很手工啊，很手工，这个专辑很手工，很手工，很好啊。手工并不是粗糙的意思，对对对对，手工有手工的细致手感，对不对，是一个工艺品、嗯哦、是今天非常谢谢两位来宾穆尼优跟黄培宇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啊、非常期待妞妞的下一张专辑。嗯，对，一定会更有信心，然后也许在有了金曲奖入围的记录之后、嗯、要再找资源也许更容易一点，也不一定，不知道啦。 就希望妞妞下一张专辑就是更成人这样子。更成人吗、嗯、对，就是我们创作可能要跟自己年纪，对不对，就是要与时俱进、哦、与时俱进是吧，这样小女孩很可爱，对、哦、希望下一张就是变个 lady 一样 lady 往大叔的世界再靠近一点嘛，再来我们就变老人了这样但这是一张值得反复细细的听，会听出很多很多细致的地方，很棒的一张专辑。当然老天也给了穆尼欧这样的好嗓子、哦、那碰到了这一群对的音乐人，一起把这个好嗓子的潜力发挥出来。我、哦、要谢谢恩师阿达哟，真的。 那么今天我们就把嘎比嘎利咖啡与你这首歌听完、哦、然后很期待不太久的将来能够很快再见到妞妞，再听到你的新作品。好，嗯，然后培育接下来搞不好什么别的企划我们又会再相见了。应该会有、哦、好好 Until then OK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叫做耳朵借我，我是马世芳，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拜拜。是你。